上来了，快，你不要开神器了，快点。太扯了，这些鱼都在抢饲料，哎，好厉害哦！哇，太棒了，这个就是冰淇淋公主想要看到的画面，鱼儿抢饲料的画面。哎，不过早上的话，狮子也喂了好几轮了，所以现在他们剩下这些饲料就不吃了。早点来就可以看到锦鲤抢食的画面了。